峰哥，喂，哎，我有一个东西肯定能让你说一句好。这衣服怎么样？这衣服行吧？任务够用吧？可以。五信肯定知道，没瑕疵，1019损伤的体面，帽子没瑕疵，零是0.95，是不是不磨也够了？鞋子腰带呢？0.97够不够？0.98够不够？416信。那你这也不是碰 PK， 你这是碰任务。我操，这还 P 不了 K 啊，大哥！哎，那你这些号里最喜欢的号是哪个？老王连麦采访风少，名场面再现。自以为神装却被风少再次羞辱，并且风少透露自己最喜欢的号，讲出自己目前打服战的遗憾。灵力最高的项链，然后那个175的女儿酸，还有这个号，还有那个哦，你说最喜欢哪个号是吧？对，还有九黎城，你最喜欢哪个？哎，喜欢哪个？啊，对，所有号加起，你的所有号加起最喜欢哪个？0397啊。397我一直觉得是垃圾，那不一样对吧？武林盟主是吧？397是信仰。397信仰，哎，你是不是睡了个19？嗯，我生日那天睡的。那你看我刚才解说的对，我说19，过生日那天准备了两个19段，准备庆祝一下，先举杯，然后再点确定。过生日的那天准备了两个19，然后睡了一颗，然后一怒之下就把另外一颗19打到鞋子上了。哦哦，就当时想着不合了，结果现在不是可以，现在又不会失败了，就重新收的，相当于宝石全是重新收的嘛。哦，这也没啥进步空间了，这空虚了，你知道吧？就真空虚了。嗯，也没空虚吧，等一双无级别效力鞋。等一双无级别的效力鞋，还是等那双无级别？应该是一双，那双应该没什么希望，也他再卖我也不想买。哦，聊了几次了就算了啊。对，一段感情双方太累了就算了，对吧？等新的没有不用。我看你好几个笑脸，没有就这样吧。对，已经可以了。还是无级别精青也是那个，我翻翻仓库去，看还有点啥。我这号太猛了，这号我关键我现在想不明白的是，你129夺冠你也没有体验啊。那不是有体验啊，我又不是全夺冠军啊。但是一年八个你得得6个以上吧。001都没拿到，你也很不满意。你硬件太好了，影响指挥心态，压力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指挥他那种居高临下的话不好打，骄兵必败，你知道吧？他压力也大。你硬件往下降一降就好打了。啥叫001啊？001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就超级联赛没夺冠。啊，就只差一个超级联赛啊。哦，对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讲得留点遗憾。谁的青春没有遗憾？没有遗憾的能叫青春吗？你夺完冠不玩了吗？我都怀疑指挥啊，那都是故意输的。对吧？你满贯了，你就真不想玩这个等级了，有道理，对吧？你肯定是留有进步的空间，再强控你一年。不